天我出海。哎，你不是要回来吗？为什么忽然那么快出去？明天几点？早上。我帮老板跑一趟邮局啊，然后顺便缴水电费。我带小恩去学一点东西，这样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我们在聊天哦、喔。对啊。哦，好了，那我赶快走了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你不要把它搞丢哎、欸。啊，不会，看著點啊、放心啦哦、喔。好，走喽。哦、喔，走了。哎、欸，你小心一点，要小心一点啊。拜拜。好了，来来来。哎、欸，小姐，你好，一个人吗？哎、欸，你要吃什么？我们这海鲜什么都有。你们最贵的菜是什么？最贵的菜，龙虾、石斑鱼都便宜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全部都要。全部都要？好，是你说了，那我随便帮你配喽。大家跟我们回来了。哎、欸，龙虾沙拉，好。好，再来一个葱烧石斑鱼。好，哎、欸，小姐，你慢坐啊。一个人啊？我是看到一个人啊，乖乖。那先弄龙虾还是石斑？啊，龙虾。龙虾。我需要龙虾好了哦。你小英会不会切啊？在积极调查邱婉清的行踪。喜欢赌一些钱。没有。怎么在这啊？叫一桌菜，什么都没吃就走是怎么样？发生什么事啊？
陪我聊聊好吗？你真是出事，我想你陪我聊聊。小英，你先回去好了，我跟这个姐姐聊一下，帮你找一下。嗯，我待会就回来。走吧，我带你去这附近一个地方。我希望你能上我的车。你上我车吧，很近，我带你过去就好了。把你重要东西带着，走。这些钱呢？烧钱干嘛？不要这些钱了吗？钱是我的。你在干嘛？你觉得我在干嘛？干嘛烧钱啊？不要管我。钱很难赚，你我知道钱难赚，但我不要这些钱，不想要。哦，你这不重要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不要管这些钱。什么问题？你找到你的祝英台了没有？什么祝英台？谁呀？觉得好冷。啊？哎呀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哎，这……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你知道吗？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？那又怎么样呢？以后我不会再来烦你了。
你这个先收着，快点。烧焦不能用，那个脚上起水泡，好像烧焦。